嗨，大家好，这是新闻中心记者文琪，我现在人在圣淘沙加佩勒酒店外面。刚刚你们可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已经，开出这个酒店范围了，正前往这个巴亚里巴机场。那特朗普相信预计会是在大概晚上7、8点的时候呢，乘坐他的空军1号呢离开新加坡。那其实刚刚特朗普才刚刚结束大概差不多1个小时40多分钟的一个记者会啊，那单单接受提问呢就差不多有1个多小时了。那他在会上呢其实回答了许多问题，其中许多记者都非常关心说，刚才他跟这个朝鲜的这个最高领袖金正恩所签署的这个文件呢，究竟代表着怎样的一个意义这样子。那他也其实也指出，其实要朝鲜完全促进这个完全的无核化呢，会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他也指出说，美国跟朝鲜将会培养非常长久的一个关系，所以相信这整个进程呢还是会继续的。也显示说这次这个特机会呢，看起来是成果是相当不错的。那其实到现在已经是下午快5点半了，所以其实场媒体已经离开的差不多，只剩下可能周围大概一百人左右吧，可能还不到，都还在场。那目前为止可能是要看说，酒店会不会随着这个特朗普的离开呢，就马上开放，还是说会到明天才开放？那另外呢，金正恩本身现在也预料会是在今天晚上9点到5月10分之间呢，准备到樟宜机场里乘坐飞机回到朝鲜。现在现场还是可以看到，相当多警察还在维持秩序这样子。远处其实还有巴士跟车辆在等着这个路开放。是有读者说这次是算是凯旋而归吧。相信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说这次的这个特进会，似乎这个进展是挺不错的，有就是双方在许多层面上其实似乎都有谈到，然后也分享了自己对彼此的一些期待。那其实特朗普在记者会上也说，他即将这个访问这个。朝鲜，然后他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呢，邀请这个金正恩呢到访白宫，所以他就指出说，美国跟朝鲜是将培养这个长久的这个友好的关系。另外呢，他其实也一再强调说，这个朝鲜追求这个无核化、完全无核化的这个目标呢，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的。不过，金正恩那方面其实是似乎向他承诺说，他们已经正在往这个方向进行了，尤其是他们的金正其实告诉他，目前朝鲜正在解除他们这个核化的一些自动机的一个试验场，他要准备拆除这个试验场，所以像是一个相当有诚意的一个举动。其实演出还看到好像又多了一些车子，不过好像还是不，这个路段还不允许被开放。刚刚进来的观众，再跟大家自我介绍，我是新闻中心记者文琪。
我现在人是在圣淘沙加佩勒酒店外面。那其实刚刚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乘坐车子离开了酒店，现在正前往这个巴耶里巴机场，乘坐他的空军要回到美国。那另外呢，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呢，其实也预计会在今天晚上9点到5月10分之间呢，离开新加坡。他将会从这个樟宜机场启程。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路段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至于这个酒店呢，本身何时会正式解除这个戒备的这些措施呢？我们还在等警方的通知。另外远处好像又看到了一些像是属于这个特朗普车队的成员之一啦。相信他们是分成两批离开。可以看到，其实个交警好像也是快离开了，相信主要的车队已经出发了。我刚刚也说了，这个特朗普呢将前往这个巴亚里巴机场，他预计会是在晚上7点到8点左右呢，乘坐他的空军一号离开。早前呢，其实我们也报道，就是特朗普呢预计这个11月呢会在前来新加坡进行首次以就是美国总统身份对我国进行这个国事访问，相信到时呢应该会有多一点时间，在这里看看观光走走这样子。就目前为止来看呢，看来这个加佩勒酒店目前外面状况，现在几乎是在等这个路段的开放。至于这个酒店呢，几时解除这个戒备，目前我们还在等警方的方面发出通知。不过按照这个警方原来发的这个文告呢。这一区包括这个东岭跟乌节路一带，是在这个月的10号至14号之间呢，列为这个特别活动区。那至于随着如果两位领导人就是美朝领导人离开新加坡之后呢，是否会不会继续保留这个特别活动区的这个安排呢？我们也是在等待警方的这个进一步的通知。那有什么最新消息呢？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联合早报》的面部。如果有什么最新的现场直播，我们会在这里进一步跟大家分享。谢谢。